你煮家农化凳子，煮了。皮炉子，皮炉怎么画？买的那个炉子，买的那个是封闭式那个。封闭式啦，你看有窗门，它不能一点没留，它上面就是个小环儿样的。直接把你下水啥的，它下边是那个没有水了，把就弹上来。它下边不是这么侧面的一个粘附性的一个水管，它粘着不进不出水吧？它在一块粘着的。俺家那也破了，我那个全部换了，几个全部换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没有那个八十多的时候。